嗨，大家好！我怎么觉得这怎么跟个定时炸弹似的啊？就那小玩意儿特别像定时炸弹，这一直亮着就亮着亮着吧，它是定时就是常亮。我们来喂食哈，完了，我个倒霉玩意儿，我把东西弄外边去了。啊，来吧，来。像有的蛇大了，给它喂点，先喂着苗吧。我这就解冻少了，以后应该拿两包出来，去掉一部分。有空或者就是把它们都拿着重新封包，因为我这有的鼠弄错了。刚才我喂了它一只，喂了它一只大鼠啊，它现在是168、170克左右，这里面的是不是我不知道，先不喂它们，完了再说。就这点也不多啊，先喂小的。这几只都不吃，这几只都是湿麻稀的崽子啊，这几只。该他们了，这些大宝贝儿一定要喂啊，好生看管，是吧？一只，这是新到的吧？我看看，这是24刀的那只啊。哎，对不起，这只想干啥？我相信你们。这条就是上次买两条送一条，还剩下的唯一一条啊！我现在都对它不抱希望了。三条死两条，什么玩意儿？别的蛇都茁壮成长，这他买的，在那个小姑娘那买的蛇价格是低，蛇全没活下来，咋整啊？这个啊！我特意给它放热区，来吧，该这边了。牛油是吧？小金条，去皮了，吃，放字儿了啊！雪白，我一般都挺不操心的，对，雪白挺老，挺那啥的，挺活跃的，对，就是那种从来不让我看，从来不在我面前吃。但是从来不失望的，你说真的，我这批雪白就挺不错的，好吧，你看到尴尬，看在这儿，在这儿后边。盖儿老有的吃，以后再弄点盖儿就行。这只王可以吃，这个男双可以来一男双，来一瘦点的，就比如这个，盖子拿一啊，没盖子就这样，别害怕，他越过一次狱，所以我很害怕他跑掉，是新到的是吧？喂了10只啊，是吧？然后还有一些白霜我喂眼镜的，来吧，看看眼镜，你吃不吃啊？沙雕！哎呦我天，终于吃上了！你主人把你卖给我不容易呀，啊！哎，来，然后。这只昨晚上吃过啥了？我忘了它吃了啥东西，我忘记了。来个大的，它能吃大一点的。来，漂亮，帅。这一条我价格买的挺贵的呢，但是它值。这个它那天我把给它的饲料吃掉了，可以，吃掉就行了。来，再给拿一个。给你们俩就吃普通的就行了，吃白白的东西，长白白哦。这条，
听话，进去。你，哇，这条真的太正了，这条颜色。正啊，棒棒棒棒棒。他刚吃了一只大鼠啊，给他来一个小的解解馋。可以，挺好。这家炭黑就刚到没多久，吃挺饱啊。来吧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，才六个，怎么回事？不对呀，这数量。啥都看不见了。干啥？结石会不会？会不会？我靠，帅！哎哎，求你吃了吧！哎呀呀呀呀！尝到味儿了吗？吃，快！赶紧给它收起来，让它慢慢吃。吃不吃？饿不饿？你就说你饿不饿啊？饿不饿？四个啊！我这样好算好时间，看看喂谁。耍啥脾气呀你？你怎么回事？饿了？吹皮呢？你嘚瑟啥呀你？你他妈水分推进去了。这盘撇的真好看，来，来一个。拉倒吧你。反正更好给你们。都喂一个，没了。每次就不要喂全啊，来，放着。好，下面是十个如鼠红皮是吧？哎，他没吃，靠，吃完了，靠，吃完了，靠，就你，哎，不要脸，真是，你看人家都帅呆了，你看这，他是10月11号到，到现在没吃过东西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你看7.4克到货，这条昨天刚到的吧？我昨天刚到的，今天就吃了。不愧是十颗大苗啊！牛逼啊，真的牛逼！没吃完啊，废物，真是废物！来、啊、看看这一条，吃了吗？吃完了啊，棒啊，真乖，现在啊，真乖啊！太激动了，哇，真乖，你也是真乖啊，我太激动了，真的倒霉玩意儿，倒霉玩意儿，不给我长点脸，倒霉玩意儿，真的这一批真的倒霉玩意儿，这一排倒霉玩意儿，怎么回事你们？你吃完了是吧？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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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了。吃完了你是不是？够不够？不够再给你来一个，给你吃。哎，我给你起名儿啊！太厉害了，这只。哇哇哇哇哇！对不起，我给你吓跑，吓跑了，对不起啊。真他妈的废物，点心。那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。各位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特别关注什么。这里是希望我们下期再见。对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对，就这一排的这条蛇，就这条蛇都没吃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它，不是它，是这条，对，不是这条，对，这条蛇是因为新到的，这条蛇又没吃。这条蛇你看是11月11号到的，7.4克，这两条蛇已经挂了，对。11月11号5.0克已经挂了。
被蛇了，他十一点十一号到的，四点零克。但是我给你看，你们看记录，那个人跟我说的话跟他说的不匹配，他跟我说的都是大秒十几克，结果呢没有最大的他七克七点四克，也就是说你这个十几克是怎么算的？三条加一起吗？十几克？我觉得这是欺骗，我当时买它就是图它大，省得照顾，结果呢不仅不开食，别的蛇都开食了，茁壮成长，他们这三条直接暴毙了。这条七点四克我现在也担心啊，我买的虾蛇都没事，我这些直线都是有的不吃饭他也转天也会去吃的，我就懵了你知道吗。嗯，那拜拜拜拜拜拜。